随着党徽的缓缓升起，电影《建党伟业》就正式启动了。欢迎大家6月15号走进电影院，一起来感受史诗巨作的魅力。在这里也要再次的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的嘉宾，谢谢你们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祝福中国共产党90华诞生日快乐，祝福伟大的祖国明天会更好。谢谢，感谢各位的莅临，让我们下次首映节目再见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再次的谢谢你们。